家好。那么上一次课呀，我们讲到了这个晚清论博上谕的这个风潮的原因啊，我们主要是讲了这个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那么下边呢，我们接着讲这个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那么如果说就这个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呢，就这个方面来谈呢，我觉得有三点原因呢啊，值得我们来关注。那么首先一点啊，就是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啊所潜存的民本思想被新的时代啊激发起来了。那么由于这个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这种提倡啊，儒家学说当中的这种礼制的思想、三纲五常的思想，那么特别是呢这个君为臣纲的思想，那么得到了啊充分的这种发展。那么在这个专制制度之下啊，那么特别是到了这个封建专制制度的后期，那么这种君为臣纲的思想啊可以说是如日中天，是吧，被发挥到了一个极致，发挥到了一个极高的啊这么一个境界。那么但是呢在这个儒家学说当中啊，是我们都说这个儒家学说呢是博大精深的啊，在这个儒家学说当中，除了这种封建的伦理纲常之外啊，那么它还潜藏着一些积极的因素啊，这些积极因素没有被充分发扬起来，但是它还潜存着。哪些积极因素啊？你比方讲那种朴素的民主思想的火花啊，就是讲民主。那么这个比较有名的代表就是孟子提出来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啊。那么孟子提出了这么一个政治命题啊，是什么呢？民贵君轻。这个政治命题被提出来之后，中国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这句话为我所用啊，做了自己的一些解释。他们企图使这三者能够统一起来。那么在某些情况之下，这三者可能能够统一。那么但是在很多情况之下，这个三者，民，是吧，社稷和君主，没有办法统一起来。那么对于所谓的民为贵啊，有的时候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己政治斗争的需要，那么他也会讲民为贵。啊，但是从他思想深处他并不承认这一点。啊，他为了斗争的需要啊，那么他也会讲民为贵。那么但是啊，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啊，那么却作为一种潜存的思想被封建士大夫接受下来了。是吧，那么这封建君主是吧，他不承认这一点，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一部分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潜意识是承认，是认可的。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认可啊这个社稷次之，君为轻啊，就是君主和江山社稷比，君主是处于次要地位，为什么啊？那么这个主要是呢，就社稷和君主的关系而言，那么很明显是先有了江山社稷，是吧，有了国家，那么才会有君主啊，没有江山社稷哪来的君主啊。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啊，江山社稷它是民族的一个象征，是一个民族的一个凝聚啊，或者说是民族它的存在的一个物质基础啊，物质表现形式，是吧，民族怎么表现出来的？它是以国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那么也就是说啊，这个社稷是具有一种永恒的啊，这种不变的这么一种性质。这个国家江山社稷它是永远存在的，那么君主则是天命的代表啊，它不具备永恒的这种意义。什么意思啊？就这个君主还能不能够存在，就是要看他是不是还代表天命，还代表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吧，天命转移了，你这个君主也要被代替啊，被别人取代啊。因此从这个两个意义上讲，很多知识分子是接受了这个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这种思想。那么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啊，
那么这种民贵君轻的思想和西方的一些思想互相发生了撞击。西方的哪些思想？西方强调重民隆民，就是说呢要重视人民，就是讲民权。那么这个传统的这个民贵君轻的思想和西方的这些思想联合在一起互相激扬，那么这种传统的民贵君轻思想那么就再次被激发起来了。那么严复就是这样一种思想的一个突出代表。严复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辟寒》，那么严复在这个《辟寒》当中呢，他就极力称赞说，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有过于王侯将相。严复说什么呢？说西方这是人民是很尊贵的，他们的尊贵胜过于这个王侯将相。说西方人民才有选举权呢，是吧？你是国家的总统，要由人民选举，是吧？这时候人民的权力很大。那么这个严复他特别强调说，孟子所讲的这个民贵君轻，说这个思想为古今之通义也。从古到今，从古到今，是吧？那么都是这样，古今之通义。那么到了这个论博上谕封常的后一个阶段就是资政院内的议员，就是把中国传统的这种民众君轻的这种思想发展了或者是提炼了提升为一种什么呢？近代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思想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是重于君主的利益的发展到了这么一种新的理念。那么到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相交之际出现了一些新的政治团体，是吧？那么像君主立宪的思想越来越多的被很多人所接受。那么这个时候虽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还不能够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这种影响，那么但是那么这些人的思想当中的正统的这种皇权思想那么有可能发生淡化就是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他这种正统的皇权思想呢有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这种传统的朴素的这种民主思想、民本思想那么它作为一种潜意识就有可能被这个时代所激发起来显现出来。那么这时呢我们讲到这个晚清论博上谕封潮的这个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这第一点。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第二点那么这个呢是儒家功利思想的升华儒家功利思想的升华。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儒家学说和这个佛学和道学有一个很大不同佛学和道学呢是讲求呢出世，是不关心人间的事情，而儒家呢是要讲入世是要关心世事，是吧？要担当起救国的这种重任。那么儒家学说有一个思想叫做什么呢？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什么呢？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的兴亡，每一个人就是匹夫，一般的老百姓都是有责任的他是强调人的一种责任感。那么在国家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候，君主的举措发生错误的时候君主和江山社稷这个利益不能够兼得的情况之下，是吧？君主的利益和江山社稷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没有办法兼得，那么儒家的这种入世的思想、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就会升华为一种什么呢？对于国家和民族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是吧？要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前途。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有人挺身而出，是吧？去规劝帝王那么像江春林所讲的，说我自己之所以要上书要谈一些事情说之所以呢要萧萧辩论不已者，非计一身利达，为国家前途虑久远耳。他说我之所以这么讲不是为了我一个人的利益，是吧？我是为了国家这个前途、久远的前途来考虑。那么这个是这个晚清论博上谕的这个思想文化层面的第二个原因
思想文化的第三个原因，那么就是呢，这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新兴知识分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追求真理本质的一种再现啊，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这么一种本质的一种再现。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中国的这个知识分子啊，如果就历史发展的啊这个某一个阶段来看啊，这个知识分子的这个思想啊好像比较保守啊，僵化，是吧？那么但是我们如果就历史发展的整个线索一个大的空间来看，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仍然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的。那么特别是在重大的变革时期啊，那么有很多人就会挺身而出，提出各种的政治思想啊，干什么呢？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是吧？像春秋的这种百家争鸣，那么他们都会提出自己一些政治主张来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那么也就是说，传统知识分子除了那种恪守祖训啊这种保守的一面之外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总结新的治国经验，不断总结经验，是吧？不断的完善中国的这种政治制度。那么正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吧，不断的因格变异，不断的改良中国的专制政体啊，封建专制制度啊，才使得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能够维持2000年之久啊，它得有韧性啊，啊能够适应啊这种国内的各种变局。那么进入近代以来啊，伴随着啊国家和民族这种危机的加重，是吧，中华民族遭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是吧，民族危机，伴随着这种民族危机的加重，中国的封建士大夫他的思想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啊。你比方讲像林则徐、魏源提出了一种经世思想，经世致用，那么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那么洋务派提出了洋务新政的思想，维新派提出了维新变法的思想，是吧，革命派提出了反清革命的思想。那么这些思想就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啊各个阶层追求真理和进步的这种精神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那么晚清论博上义的风潮啊，从表面上看是某一部分人对于封建帝王言行的不满啊，对帝王的一种批评。那么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视野放大啊，从传统的思想文化发展的全国整个过程来看啊，那么它是中国的知识阶层追求救国救世这个真理的一个更深层次的一种本质的再现啊，他是追求啊这个救国救民的真理啊，是这么一种本质的一种再现。那么这以上的三点呢，是我就这个思想文化方面的啊分析一下这个论博上义风潮的这个原因啊。那么下边呢，我们就这个伦理价值观方面的这个原因呢做一个分析，就伦理价值观方面的这个原因做一个分析。那么如果就伦理价值观方面啊来做分析的话啊，那么我认为啊，这个时候传统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已经开始向近代的新型的价值观在转变啊，就是中国这个传统价值观呢在发生转变，变向哪儿呢？变向一个新型的啊这个价值观。我们都知道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近代，那么这个时候那种传统的封闭的啊这个君主专制政体，君主专制体系啊，闭关锁国的这个体系被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是吧，思想文化方面的、军事的、外交的，是吧，社会风俗的各个方面的思想，那么都传入到中国来。那么这样呢就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这种视野啊，那么看问题就扩及到整个世界，而不再是封闭的这个清王朝内部。那么人们啊就会反思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传统的政治伦理道德和西方国家这种传统的政治伦理道德之间到底有些什么区别，有些什么优劣啊，就要进行比较。那么他们通过反思比较啊，他们就感到
中国国内的政治腐败，是吧？对国内的很多方面都感到不满，啊，他们有一种政治上的一种期望，希望清政府怎么进行变革。那么在社会领域当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政治期望值越高，如果说达不到，你这种失望值越高，啊，你对一个问题你期望的很高，达不到，你就感觉到非常失落，失望值更高。那么近代以后，啊，中华民族面临着危机，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啊，那么这种危机使得人们呢更加剧了这种失落感，啊，感觉到清王朝没有办法适应国内外的变化。那么中国呢在半殖民地地位当中不断的沦落，啊，他就感到非常的失落，啊，加大了一种失望值。那么在论博上谕的前一个阶段，那么特别是到了后期，人们已经不再相信皇帝是金口玉言，啊，他的说出来的话就是法律，是吧？也不再相信君主无错误，不再相信这种神话了。那么在论博上谕的后一个阶段，啊，人们更是接受了一种新的思想。什么思想？就是西方的新型的君主和国民的关系，就是君主和国民都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来行动，君主也必须要受制于宪法，君主也不能够违反宪法，啊，那就说宪法对于君主对于国民都有约束力，啊，君主违反宪法，那你君主就要下台，啊，他接受这么种新型的君民关系，啊，就是这个君和民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价值观，这个时候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这是就伦理价值观方面的一个原因，啊，那么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很注重个人的名节操守，啊，就是人品怎么样啊，操守怎么样啊，很注重这些，啊，就是这个人品好不好啊，是吧？现在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去评价一个人，说这个人啊，这人很好，啊，这个人品质败坏，是吧？那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啊，很注重这种名节操守，啊，那么这个呢，也是激发他们来论博上谕的啊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他们说，啊，天下之公随庶人而可议，啊，说天下是公天下，普通的人都可以对他进行议论，啊，每个人都有议政权，啊。那么清政府的一些御史言官，他们就讲，说我们呢是身居盐路要职，我就是什么，就是来是吧监督这个清政府官员的，啊，我就是要讲话的，是吧？如果说我不能够是吧拾遗补缺去揭露一些清政府官员的违法乱纪，啊，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讲是失职行为，啊，有损于我个人的声誉，是吧？那么江春林在向这个载沣上奏折的时候，他这明确的讲，说如果清政府认为我的上奏当中的意见不对错误，啊，说没有关系，啊，说但是有一点，你不要把我的奏折留在你那儿留中不发，你要把它发下来，啊，发下来什么呢？就是让天下的人都知道我对这个问题我是有看法的，我是提了我的意见的，是吧？是你清政府没有采纳我的意见，啊，是我尽了我的职责而你清政府没有采纳，而不是说我失去了我的职责，我没有去讲话，啊，那么同时他还要求你把我革职，把我放归田里，啊，那也说呢，他非常注重啊自己的名节操守。那么这是呢这个晚清论博上谕啊这个风潮它的原因之一，啊，那么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晚清论博上谕风潮啊那么它的这个多方面的原因啊做了一个分析。下面讲第七个问题，啊，历史的偶然与必然。那么这个问题呀，啊，听起来好像有点悬，啊，好像难以理解。那么其实呢，只要我们静下心来，啊，仔仔细细的考虑一下，啊，中国历史的发展，啊，或者历史世界历史的发展，啊，对于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好理解。那么按照辩证法的解释，
就是在辩证法面前，在历史发展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啊，就是说历史它是在不断发展的，原来某个政治制度某个东西是完美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就会变得不完美啊，它就要被更完美的制度，被更完美的啊一个事物来代替。那么如果就某一个阶段而言，这个事物出现有它的合理性，那么但是它对于它在内部生长起来的新的因素新的事物，那么这个事物它就变成旧的了，就需要被代替。那么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初啊，相交的时候，那么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尽善尽美的啊，非常完美的啊，这个君主专制制度就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是吧？这个君主专制制度当时代替奴隶制的时候，它有它的进步作用，是完美的，是好的，是吧？但是后来社会发展了，是吧？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了，你这传统的封建制度它就不再是完美的。那么在晚清，是吧？这个历次论驳上谕的风潮，是吧？对着上谕进行批评，虽然它远远不是啊通向近代民主政治当中的一个必要的一环，也不是对封建专制制度啊进行彻底的否定，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啊。那么，但是它的进步意义，那么是值得肯定的，它有它的进步意义。它的进步意义在哪儿啊？就是晚清论驳上谕的风潮进步意义在哪里啊？它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不是来自于被压迫阶级，来自人民，而是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是吧？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官员就说，你皇帝处理事情处理的不对啊，这个君主专制政体，是吧，不能够适应国内外形势。那么这样呢，就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清王朝政治统治的绝对权威啊，它不再是完美高大的，是吧？它也有毛病啊，是需要进行改变的啊，就动摇了啊封建统治的啊这种合理性。那么江春林后来被清政府罢官了，他要回老家啊。那么当时北京的一些封建士大夫、官吏士大夫啊，为他来饯行，给他送行啊。那么当时史料记载说，这个士大夫啊为他饯行啊，是祖饯无虚日啊，大家很多人都为他送行啊，这一天接一天，一天接一天，很多人请客。说这个报馆又极力张扬啊，这个报馆到处去张扬啊，结果呢，使得朝廷丑声大播啊，朝廷这种腐败的东西就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那么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是吧？我们看某一个具体事件，它表现出一种偶然性，但是在这偶然性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必然性，或者说历史的规律性啊，就是偶然和必然之间，就是偶然是存在于必然当中，必然是通过偶然来表现。那么我们讲的这个晚清论驳上谕的风潮啊，它的触发点是怎么起来的啊？那么如果就论驳上谕风潮触发点而言，它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啊，非常偶然的一个因素。你看，第一次是由于道光皇帝启用这些罪臣引起来的。那么第二次呢，是慈禧太后力图从恭亲王奕欣手里头夺取政权，是吧？以这个行动引起来的。那么第三次呢，是由于同治皇帝要修圆明园引起来的。那么第四次啊，是这些御史言官啊，对于这个清朝廷罢斥这个一些尚书言事的这个御史引起来的。我们从这个各个事件看，它都具有一种偶然性啊，彼此之间没有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啊，就是它没有一种啊历史上的这种渊源关系啊，它不能够形成一个持续性的一种政治思潮或者政治运动，是吧？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那么但是在这个偶然性背后，可以说啊，
隐喻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我们表面上看各个事件，孤立的看它具有偶然，那么如果说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这偶然性背后隐藏着一种必然。什么必然呢？就是在进入封建专制制度的末期清王朝没有办法去修复调整它的统治机制清王朝已经失去了人心，那么他已经失去了统治机制基础，就是封建群臣对他的这种支持也在逐渐的丧失这清王朝呢逐渐的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失去了统治机制的信任。那么江春林在被罢黜之后曾经写了一首诗他是讲说是魁祸有心空向日，除饶无力可回天，就说我呢是非常的忠诚的，是吧，是对皇帝很忠诚，但是我是空向日清王朝是吧对我这问题他不重视除闹无力可回天那么因此就是江春林被罢黜之后，清政府内部很多官员都不再议论朝政，那么这样呢就使得晚清的朝局和政局就更加腐败了他没有一个监督力量愈加腐败那么这样这个清王朝那么就逐渐的成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对象就在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是吧，那么也就是一种历史必然了，是吧，他不能够继续，是吧，使中国的社会继续发展下去，它成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反动力量，阻碍力量那么这是一种历史必然。那么人类社会当中的一些伦理道德那么它是当时社会政治状况的一种直接反应是一种社会政治经济的一种反应那么这种伦理道德是评价人们的言行，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调节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准则。因此这个政治伦理道德它具有一种相对性相对稳定性，也带有一种强迫性。比如说这个伦理道德它是一段时间它是带有一定相对性的，它是不会变的。那么但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当中没有绝对超越时空的这种法律道德。也就是说政治伦理道德会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改变。那么在晚清发生的这个论博上议的风潮与其说是天下的臣民抛弃了君主，抛弃了君主专制制度，抛弃了传统的政治伦理道德那么还不如说是君主和传统的政治伦理道德背离了臣民，背离了时代的发展要求。那么应该说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思想的和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个思想意识对于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意识的一种冲击。那么与其说军民对于帝王个人言行表示出了不满那么不如说是人们对于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这危机形势的一种呼声。那么可以说它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一种高度的忠诚它是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民族。那么这个思想就是晚清论博上议的风潮，那么也可以说是传统的民为贵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政治伦理观念的一个合乎逻辑的一个发展那么这是我们讲到就是晚清论博上议风潮是吧它的一些主要的原因和我们对这问题的一个理解它的历史的一种偶然和必然之间的一个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讲到这里。